给大家换换脑子，讲一个笑话啊，也是要验证的笑话。有一个老婆想愚弄自己的老公啊，愚弄自己的老公，她留下了一个纸条啊，放在桌子上，她说：“老婆，我和你过够了，我们已经够了，我走了。”然后呢，躲起来，躲在桌子底下，观察老公的反应。老公回家一看到纸条之后啊，又唱又跳，一边换衣服一边打电话啊：“宝贝啊，那个娘们儿终于走了，和她结婚真是我瞎了眼了，你等我啊，我马上去见你。”砰，把门一关，老公跑掉了。哎呦，这个妻子没料到会这样的结果呀，悲痛越局啊，越绝呀、啊、准备打包离家呀。哎呀，哭啊，难受啊，这个没良心的臭东西呀、啊、结果她看到老公在自己的纸条下面也写了几个字，她一看：“你这个白痴，我都看到你的脚了，我出去给你买洗洁精了。”世界上不管什么事情要亲自验证才能证实，听懂了吗？